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 AD 跟 BE 平行 ，BD 跟 CE 平行啊。那第一小题哈，他要你证明的，他要你说明说 OA 哈，比上呢这个 OB 啊 ，OA 比上 OB 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 OB 比这个 OC 啊 ，OB 比 OC，OB 哈。比上的 OC 的，好，我们来证明。我们看哈，这个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嘛，因为这个是平行嘛，所以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还有个共角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了 ，AA 性质。好，那因为相似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 OA 比上 OB 啊，它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 OD。OD 呢比上呢 OE 啊，好，那再来看这两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跟这三角形相似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平行嘛，所以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然后这个共角，所以 AA 性质，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了。那相似以后的话哈，对应边成比例嘛 ，OD 比上呢 OE。它、啊、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这个 OB， 啊比上 OC 啊 ，OB 比上的 OC。好，那这个比这个等于这个比这个嘛，这个比这个等于这个比这个，所以这个比这个呢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OB 比上 OC 啊。所以哈、啊，这一个就等于这个了，那这样就证明。好，那第二小题哈、啊。第二小题，他说如果 OA 哈，如果是等于4的话 ，OA 如果等于4的话，然后 OC 是等于9 ，OC 的话等于9，这个哈等于9，那他要你求什么呢？求 AB 啊，他要你求 AB， 那 AB 我们叫 X 好了，好，那 X 的话，那我就晓得哈，这个。这个比这个哈，就是四啊哈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四加 x， 它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 OB， 就四加 x， 比多少？比全部，就比 OC 是9了。那这样我就晓得四加 x 哈的平方等于四乘9，啊两边开根号，哦两边开根号的话，就 x 加4哈。就等于这个开根号是2嘛，乘3，这是6嘛，6减4是2 ，x 等于2，所以 AB 等于2。